大家好，今天来带大家折这种非常炫酷的飞镖。首先用一张13×13厘米的纸，把它这样子对折，然后打开，像这样子把这个角往中间折痕对折，对应的一边也一样对折。然后这个边再继续往中间线对折，然后把另一边也往中间线对折。再把中间多出来的小角插入对应的一条缝里面，然后这样子对折。再把这个角沿边对折，折好之后再这样子打开，把刚折的折痕剪个缺口，再把两个角沿折痕折下去，再重合在一起，这一部分就折好了。然后再用13×13厘米纸的一半卷成一个细细长长的纸卷，末尾用双面胶固定。用细的一头卷个圆圈，用双面胶固定。然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。炫酷的飞镖就做好了。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